爱不完。因为我很喜欢爱这个字，献给人的，然后在人之中的。但是我这次，因为我妈妈走了，在12月的时候，所以我最后一句话很。的波子半多罗。其实我小时候常常跟我妈妈发脾气，因为她很想管我，我就很不想她管我，所以我一辈子就是反抗我妈妈，就不想做她想我要做的事情，所以变成我那时候就很独立啊。18岁，我在一个地方拍一个电影，在菲律宾，然后我们去的地方都蛮荒的，没有东西吃，那个电影里面只有我一个女生，拍得很痛苦。那个时候我很想见我妈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说你可不可以来，然后他就把他的10年的那个 pension 都不要了，就放弃他的工作为了来陪我，然后他就没常常提醒我，你知道我为了你啊，我差一点拿到10年的那个，我就可以拿多好几千块一个月。我说、oh, sorry mommy， 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对呀，我赚钱给你，我赚钱给你，所以后来我养他。今天是3月15号，2020年，妈妈过生日，大生日，妈说她才1岁，2个蜡烛。只有2岁，妈妈很喜欢黏人的。然后我小时候，我就很烦她很黏我，你知道。然后我到了大了以后呢，就觉得我必须要陪她，我很想陪她多一点。好不好吃啊？用力啊！在12月的时候，我妈妈走了。他走之前，我有想多表达一点，让他知道，他可以安全的离开这个世界。我就一直跟他说：“妈，我爱你，我爱你哦，爱你哦，你好乖哦。”然后他看我一眼，我更爱你。因为他刚刚才走不久，我也不敢想他，就变成我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纪念他。所以我觉得我人在这里，我把他的照片都带了，这都是他的戒指，我会一直带着。因为我妈妈后来所有的照片都有这个戒指在里面，那我就有一天他走了以后，我就在看，我就突然想起来，妈妈，这个是你的眼睛。这个是你的眼睛，我每天戴的，那我去哪里你就可以，我看的东西你都可以看得到，我就会每天戴的这个戒指，我去哪里你都可以跟我一起看东西，这样子。才察觉开开心心，简单单单意义。
好，最美丽仍然是爱，带泪上仍然是好，未惧怕一生的波折换到有出路，凭着爱情怀不老，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，但我始终失意倒还，人生已再没苦恼，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，开开心心眼懒懒懒已祈祷，最美丽仍然是爱，带泪上仍然是好，未惧怕一生的波折换到老，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，Woo!